雪天路滑，一定不能跟他一样被冻在板子上，那样简直就太丢人了，要冻也得冻到电线杆子上。现在问题就来了，他是怎么下去的呀？哎，我说你该减肥了，我哪儿胖了？哎，怎么翻了？还说自己不胖，你瞧瞧，车都不愿意驮你了。赛车手的度假生活往往也非常刺激，行部的几个同事也非常喜欢在空中飘翔的感觉，这种自由的空气在城市是体验不到的，不过城里人总往我这边靠，你坐着飞机还靠我干嘛呀？火车想要开得快，全靠车头带，开船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只要度过前面的加速期，成功跳到船上，船就开得飞快，可关键点是你得先活着。赛车也跟人生一样，总有过不去的坎儿，在这种时候就最需要朋友的帮助，这我不就过去了吗？我小飞机控制不住了，为了保证我的安全，我必须要马上跳机。现在开降落伞好像也不行了，这会死定了。这澡盆真及时啊，再来个搓澡的就完美了。不好，今天干坏事了，可千万别碰见警察叔叔啊！碰见警察我就得绕道走啊！我真碰见了，没道绕，只能绕墙了。幸亏我机智，赶紧拿出了汤臣倍健胶原蛋白软糖，它含有抗氧化复合成分，维生素 C， 每粒含150毫克鱼胶原蛋白肽，适合生活压力大、经常熬夜的人。骑上我的共享小单车，马上就能回家吃。哎呦，你俩是商量好组团来坑我的。